那么听过一首比较可爱的曲子过后呢，古罗密也比较回了。古罗密比较回啊，一条你不是，啊要你不是是，好像又火车一样，不是，好像火山车，火山车。哇，古罗密这个，哇，那多低啊！来，哇，他的很大滋味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新加坡就有很多附近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这边很多都是喜欢听古，哎，我觉得这首歌他们也是非常熟悉啊，对对，因为好像哦，俺个火车过来那种的。 啊，这边对，就是跟那员工说古罗密是古罗，我看咪咪，咪咪耶，小心啊，古罗密，他要卖火浪的，古罗密楼下楼梯啊。其实你有觉得他也是有一点像古罗密的，看他也可以了。古罗密的妈咪啦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今晚间呢，这首曲子送给我们热情的所有新加坡朋友哈，那么会唱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追顶。 一起来哈！对，那一首不懂，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唱的歌是一样的啦。来，送给大家一首《龙柱回头》，来陪我们的大乐队，有请。可以吗？这首歌，这首歌好吗？我是有头的。一起唱。大声一点，多说。 我唱不卖，我唱不，时间一天一天在走，我一点一点在流浪，有一天哪能？路边的，坐坡边的，来，我这个高点。朋友们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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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唱，一起唱。我们回家了，哇！来，跟我们一起唱。
老朱。本来喜欢的，舍不得放下。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。